现场计时开始。现场的十位裁判来到统分区，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啊分数的核对。两位七分呐、啊，哎，交了一分五分秒，哎，第三分又交一分秒。鲜鱼我吃的项目的场内准备情况怎么样？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数制一下，一下完毕了。现在计时开始。鲜鱼我吃项目主要是体现参赛固定服装作品的完成时间是五分钟，请加油！要求我们的作品完成一百张。29秒，好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。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搬至。那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，嘴巴不动的是不合格的。哎，这个火候怎么评价？火候还不太明白。谢谢你们出。